就不会停止。你们这些视我为敌的人，我是来者不拒。木灯将军，你现在云锤1392年，帝君更离世已有千余，已经我唯有寻得陛帝君，您究竟在何处？怒林火不主陈君，这个世界那石壁上写的司家是你，你也是异界来客。算了，我用尽半生心血，耗费无数实验品。回家？那这些人怎么办？我想回家，但是天真，既然如此，就终结他。刚才那位出手非同凡响，我见过的人中恐怕只他叫龙真。你们刚刚说到这个，我们都来自遥远的海外，但我不认识他。是我唐突。